包虫空投可以说是，只要操纵的好的话，那陆战队如果一不小心就会全部的全军覆没。不过我们的包哥他是采用一个机械化的混合部队的兵种编制，所以其实毒爆虫不知道毒爆虫能不能够像第一场一样占那么大，那这时候四台哇非常大量的连轰炸机来隐形的哇，那这红之后可能不包，那后方的赤蛇马上来做援助，那这个没有哦，他有几件逃亡虫，那这四台连轰炸机很危险，很危险，赤蛇对空也是非常给力啊，然后损失一台女妖，我们的 boxer 也是非常迅速，马上的把女妖往后拉，因为毕竟我们女妖也是算是薄皮嫩鸡啊，这个。上面的这个阿凡达载的是一个漂亮的妹妹，那一被对空打到那就很痛啊。我以后都会持续做自己的小岛。这时候看一下目前双方兵力，目前双方兵力是在伯仲之间啊，在收入上持续的是我们疫情这不是疫情，我们的充足领先的、啊。那因为其实应该是因为水库繁殖场早期就是开了一个黄金矿，那所以我们 box 一定要马上的再开一下，一定要在。现在都已经快到170的人口了，那一定要赶快开下三矿啊！因为如果三矿再不开，这个时候非常大量部队是要从我们上方进行一个歼灭动作吗？哦，没有，他要撤退了。同时我们有可以看到非常多王虫正载着这个毒爆虫的伺机而动。那同时我们的包哥持续的要来推进我们三矿。其实这个三矿其实我们水果贩子这个时候已经都要把这个三矿的黄金矿抢完，这个时候要进行一个双线的包夹。那我们可以看到哇，上面非常多的蟑螂持续的优先点掉我们的坦克，而且非常大量王虫即将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毒爆虫空投，而且他还拉了其他空的这个王虫，那导致我们的包哥无所适从，他不知道哪一个王虫是真的有中毒爆虫。哇，非常漂亮的空投，直接的就歼灭了我们的大量的地面部队。那这波交换之后，双方兵力都来到了一个100出头的低点，但是在经济上，我们的重组可能绝对是补充比较快，而且其实算是刚刚有一个小失误啊，因为我们二郎刚跑在前面了，所以优先的被点掉，所以算是一个比较小失误。而且现在他前面架这么多坦克，其实他没有地面部队掩护的话，其实坦克会马上就被点掉。那目前兵力上，原本刚刚我们的包哥好像还稍微领先，现在马上的又落到一个稍微下风的局势。那包哥后方持续补兵呢，说话持续的，他的整个蟑螂持续在做这个前压。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水果贩子他黄金矿损失了，但其实损失不大哦，因为他的这个黄金矿根本快采完了。那所以其实包哥他已经算是现在才拆掉黄金分矿，算是比较晚的。那果然可以看到水果贩子他持续在补兵，那其实人口开始要拉开一个差距了。那看看包哥他能不能够适时的开下三矿，如果他能够适时的开下三矿，可能还有机会啊。哇，那现在人口持续拉开差距，可能也双方生产，或者双方持续在补兵。哇，我们的坦克在这个防守中心一直没有办法降落在我们水点中的这个分矿业，就是分矿一直可恶的虫胎流在这边干扰啊，地面铺满了这个浪漫的紫色虫胎流。我们包哥跟第一场几乎是如出一辙啊，三矿迟迟开不出来。那我怎么又按到载入？不好意思。那不好意思，麻烦我一下，因为如果重录的话，我非常的麻烦。大家等一下，大家快点，马上就好了。我记得是我们这个豪哥的接通刚飘过去，我们刚刚转不到这个地方。怎么这么慢 ？OK， 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把速度调慢一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场跟第一场其实很类似的一点，就是我们包哥，因为我们水果贩子他在中期的这个直接的来对你的这个门口来进行一个压制。那这一场我们水果贩子是使用一个冲开流，所以导致我们包哥三矿迟迟的开不下来。那其实三矿迟迟开不下来的话，那充足在中后期的补兵上还有经济上都会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现在双方兵力大幅下降，但是我们的水果贩子仍然是有相当的优势，而且在经济上，目前在收入上也是我们水果贩子略占上风。那待会我们水果贩子他现在伺机而动啊，他持续的来做补兵的话，待会一个前压，那就要看我们的包哥能不能够守住了。哇，那其实因为有生狗数的这些狗狗跟跑的跟二郎一样快啊，所以我们包哥也没有太多的操作。好，水果贩子他持续的在生我的毒爆虫，他会怎么样？直接的来爆一下。
突然我现在有点那个，然后好，这时候包哥可能要来进行一个空投，但是他这么少量的部队，不能够对，如果空投的话，能不能够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我就不太清楚了。好，这时候有非常大量的部队集结，哇，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包哥又要在，他该不要先来用毒爆虫？哦，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王虫飞得比较慢，所以王虫要先出发，然后来搭配后方的蟑螂还有欲望虫。哇，这个时候可能是，你看双方第一，哇，那不像咪咪来到了将近60-70人口差距，而且这个毒爆虫，哇，马上的放了下来，直接砸掉你的那个地面单位。那我们包哥现在就非常的棘手了。那。讨厌了，我都已经快转播完了，他不会等我转播完了开始这一个吗？因为要等到我们这个，要等到我们这个最后决战才开始给我那个，不给力啊！我电脑不给力啊！对了，最近我那个电脑想要来做更新，但是因为我比较穷，所以我在寻找那个好的赞助商。不过局面现在名气可能还不够，所以可能短期内也找不到赞助商。不过没有关系啦，我还是会持续用我非常普通的电脑来为各位做转播。那如果有像现在这样那个的话，大家多多包涵。不过，哦，这时候我们现在几乎是随便只来强奸我们包哥家的基地啊。这时候包哥非常阴历啊，到现在都不投降了，可能是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蟑螂劝退流啊，非常多的蟑螂，但是200人口的蟑螂直接的淹没了我们包哥的啊那基地。包哥是不是要用这 HCB 来做一个最后的反击啊？我知道 HCB 是我们人类的单位里面唯一的近战部队啊，各位观众啊，人类最强悍的近战部队 HCB。这个包哥也没有来袭，包哥现在是发呆吗？哦，没有，包哥在这个时候拿下 GG， 可能觉得这 HCB 很可怜，赶快让他们告老还乡，拿下 GG。感谢各位观众的欣赏，那不好意思在后面有点累格，那大家多多见谅了。那这两场的表演赛非常精彩，那也恭喜我们的水果贩子。两场比赛都拿下了冠军，拿下了胜利。那希望我们水果贩子在回到韩国之后，可以继续创下更多的比赛记录。那也希望我们的包哥也可以持续的在星海二可以继续发展。那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主播 Joe Ma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